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在于我们上游的这个新技术的一个合作，我们跟很多的临床和科研院校的专家进行了充分的互动，然后的话呢，他们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前研究的一些项目和合作的一个技术的话，对于我们体外诊断的一个技术创新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